的是真的吗？穿的马库尼，穿的靴子，和那个日本鬼子横行霸道时候一样一样的。报复他的时候到了，心里有这个预感似的，是一定是咱们国家要处置他们。1950年7月21日，969名日本战犯从苏联被引渡到中国，关押进辽宁抚顺的战犯管理所。到达抚顺战犯管理所里的第一个夜晚，没有人睡踏实了。1950年7月22日，在969名日本战犯住进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第二天清晨，护士赵玉英就听说监室里炸开了锅。各个监号不有这个归档制度吗？应该找着怎么起床啊，什么什么的啦，按落款的有战犯那儿去。一看这个，有些人的就是慌张起来了，不承认，完了就把那个条子撕下来，啊，有的大喊大叫，我们不是战犯，闹起来了。以战犯与战俘为由的这一场闹监行动，从单个的监室口耳相传，蔓延到整个战犯管理所。一些高级军官带头对着中方管教人员大声喊叫，还有人故意高唱战歌来鼓舞士气。一时间，闹监行动形成一股热潮。2014年，摄制组前往日本东京神奈川县的老人院，拜访曾经被关押在抚顺的石渡义。こんにちは。如今石渡义已经101岁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老人一直在日本各地进行反战宣传，支持中日和平。1950年，在被关押进抚顺战犯管理所后，石渡义和当时的所有日本战犯一样，觉得不可思议。中国にの官僚に入ったその瞬間。日本人戦犯管制所というこの立て看板を見てみんなびっくりしたんですね。日本人中国に送られた969名の仲間のほとんど全てのものが自分が戦犯だとは思っていなかった。一般になってくると今度は戦争犯罪を追及されて処刑され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がまず頭に来たんですよね。そういう人たちは自分に既に傷を持つという言葉があるんですが、自分で悪いことをしたというふうな自覚がやっぱあるもんだから、非常に恐怖心を持った。和石渡义、高桥哲郎一起被关押在抚顺的这969名日本战犯，来自曾经的关东军部队。1945年在日本投降后不久，被苏联俘虏带往西伯利亚。在关押5年后，经过中苏双方协商，这批人被苏联引渡交给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处理。在这些已经与世隔绝了5年之久的日本战犯看来，自己是战争的投降者，属于俘虏，并非中方解救的战犯。在进入抚顺战犯管理所初期，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认为自己已经被苏联关押5年之久，
应该被正常释放，送回日本。闹奸行为在中方管理人员的到来后被训斥制止了，闹事者被带到单独的监室进行隔离，闹奸行为暂时告了一个段落。与此同时，为了防止日本战犯集体暴动和畏罪自杀，抚顺战犯管理所加强了武装警戒，监狱内外设了3层武装岗哨，每个岗楼加了机枪，监舍窗外安排武装游动岗，走廊也布置了步枪、上刺刀的哨兵。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闹奸行动后，赵玉英等医护人员迅速发现许多日本战犯的不对劲儿。从我医疗角度来讲的，我们在初期前啊，发现普查呀，血压普遍升高，情绪波动，50%血压上升，所以我们医务人员的，全体出动啊，一天2次给量血压。管理所设有医务室，经常为在西伯利亚，由于长达5年时间的强制劳动和衣食不足。许多战犯的身体已经出现衰退迹象。在进行了逐一的全面检查之后，抚顺战犯管理所为每个战犯建立了一份个人档案。做医务人员的首先要摸清这些969名战犯健康情况怎么样啊？我记得在这儿一个不跑一死，一个不死啊，这个任务啊非常繁重。中苏双方达成的移交战犯协议，本意是为了让新中国行使独立的审判权和主权。此时，中国政府尚未对这批战犯的去留做出最终决定，只是提出要保证战犯一个不跑，一个不死。保证不跑可以加强警卫工作，但要保证不死，不仅要保证24小时的轮流监管，还需要时刻监测战犯的身体健康状况。短暂的平静并未维持多久。1950年7月22日中午，闹奸行动又以一种新的形式展开。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为日本战犯提供的第一顿饭是按照当时抚顺普通百姓生活水准制定的食谱。但当第一顿饭结束时，许多战犯的饭菜摆在监室里丝毫未动。下午的第二顿饭仍然未动，绝食成为新的抗议方式。绝食的消息迅速被报告到上级单位。与此同时，吴浩然、崔仁杰、张梦石等战犯管理所里为数不多的几位懂日语的工作人员被派往监室了解情况。不服气，不愿意跟我们谈话，好像那个意思就是说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或者你没必要跟我谈。这969名来自关东军部队的日本战犯，尽管级别高低不等，心态各色各样，但对中国人的态度却基本一致。恶劣的什么的，有的这严重的这样，一听说是将来还要审讯，把自己的舌头咬下一半，咬破，我不能说话了，没办法，对不起啊。日本战犯的嚣张源自于多年的驯化教育，他们心中只有大和民族，对中国人抱有敌视的态度。中国人に対しては、特にあの第三国人っていうのね、もう民族としては最低の人間だ、民族だというような教育をずっと受けてきた。これはもう徹底した教育を受けてますからね、イメージとしては中国人はもう
日本人の敵だというようなイメージ、それは徹底して受けていますね。それは頭の自分の頭の中に中国人は日本に対して悪いんだというそういう考えですね。今までと同じような軍国主義的な気持ちでもってね、中国の工作員の人に対してるわけ。だから非常にね、猜疑心が強くって、ね、疑い深くって、信用してなくって、それで軽蔑して、民族的な差別意識があったんだから強いと。だから軽蔑してる。绝食和闹奸的消息迅速地被报告给当时的总理周恩来。不久，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到了新的中央指示，要求对在押日本战犯在生活标准上按照国际惯例处理，并明确规定，要按照战犯原来的级别分为大、中、小、灶三种待遇，全部供给细粮。与此同时，周恩来还特意强调了人道化管理，要做到不打不骂，不侮辱人格，尊重他们的民族风俗习惯。新的指示在管理所里炸开了锅。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大多是从东北公安部、司法部和卫生部调过来的，绝大部分人来自华北、山东等日军严重侵略的地方，对日本人怀着国恨家仇。所长孙明斋原是抚顺市公安局副局长，他亲眼目睹舅舅被日本人的狼狗咬死，老家房子被烧毁，老乡被杀。副所长屈出的右腿也曾在日军的扫荡中受过伤。张梦石、赵玉英等普通工作人员也大部分是在日伪统治下长大的。提高伙食标准的指示让大多数管理人员无法理解。一看他们吃饭，这火就来了。我们中国人都连细粮都吃不着，他们这全是细粮、鱼肉、虾，什么都有。这简直是，怎么他们是杀人犯啊？是犯人啊？怎么，哎呀，我们中国怎么是这么对待他呀？罪人がこんなに良い食事をしているのを聞かれ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この食事は被害者の肉親たちが与えたものです。1950年的抚顺，条件好一点的老百姓家中也吃不起大米，一日三餐多是苞米面、玉米碴子或者小米。而战犯管理所即便是大灶，主食也是大米白面，每个人都要保证有鱼有肉。原生好奶，雪域真品，辽源牦牛奶粉，中国牦牛乳品的开拓者，辽源乳业。第二届全国电视公益广告大赛，期待你的参与。本以为政府要严惩日本战犯的中方管理人员，面对政策的变化，产生了极大的不满情绪。一位名叫王兴的管理人员，一家八口被日本人杀了七口，从血泊中逃生的他，为了报仇参加了解放军。然而在管理所里，仇恨傍身的他却被要求保持态度和蔼。我就不想干了，找看守长了。他的看守长是长征干部，找到他了，他也思想不同啊，
所以就找所长了。所以这时候的所里的就开大会，对大伙进行普遍的教育啊，尤其传达周总理的指示，我们要代表国家的期盼，应该的小我服从大我，为了党的利益，为了保卫这个和平。他回宿舍蒙头大哭一场，最后儿的意识到还是我们应该服从整体，服从大局。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杜鲁门政府悍然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发动对朝鲜的全面战争，并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出动飞机轰炸我国东北边境城市和乡村，把战火烧到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之上。在此紧急关头，应朝鲜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当征募志愿兵的消息传到管理所时，当时的管教人员，后来成为战犯管理所第二任所长的金元，趁机向所长孙明斋提出了辞职。哎呀，他高兴了，这回我去，不要命我也得干。完了，写了个申请，交到所长那里去了。和大多数要求辞职的工作人员一样，金元的辞职申请也被打了回来。老金呐、啊，你这写的不对呀、啊！你走了，这犯人谁管啊？有几个会那个日语的呀？所以你不能走。中方的让步反而让日本战犯的敌意逐渐升级。鹿毛繁太，日伪时期的警政，在最初半个月的闹奸行为中最为醒目，逐渐成为领头人。在中方推行大小灶之后，鹿毛繁太的行为变本加厉。在他的带领下，30多名日本战犯联名写了一份抗议书，要求中国人释放自己，并不时在监视里叫嚣：“我们是战俘，不是战犯，你们是战后新成立的国家，无权关押我们，你们违反了国际法等等。”针对这样的状况，管理所所长孙明斋改变了之前的管理方式。他和日语翻译崔仁杰、金元等人一起，分别与带头闹事者进行了一对一的谈话。与之前回避战俘、战犯问题不同的是，这一次孙明斋采用了国际法来与日本战犯对峙。什么是战犯？国际法规定，你日本的国家那个那外事官都在签字的，这你国家承认的，你代表啊。中国側はね、経営さんも言ってたようにし、法律的にもね、あなたたちは、ね、今のジュネーブ会議、ジュネーブ条約だとか、ね、いろんな条約から言ったらね、中国国の、無法に、迅速に、国際的な迅速にも反してね、中国を侵略した。侵略ということを前提にしてね、考えれば、そのこと自体はもう完全にね、中国側が、判定して処断する権利があるわけだ。1945年8月，在伦敦公布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曾对战犯做过明确定义：凡危害和平、犯有战争罪或违反人道罪中涉及其中一项行为，则为战犯。在非战争状态下对平民的伤害，是界定战犯与战俘的区别之一。被中国关押的这批日本战犯，全都有在非战争状态下伤及中国平民安全的行为，属于战犯。几次谈话之后，关于战俘与战犯的争执渐渐消停了一段时间，但消极抵抗开始大行其道。
陈当年有近千名侵华日本战犯，从1900年到1964年在这被关押改造了14年，从此他们就成功。在今天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展览厅里，可以看到这几幅由日本战犯熊谷清捐赠的油画。熊谷清，日本北海道空知郡人，1943年进入中国山东参战。1983年，在被查出仅剩几年生命之后，他决定用余下的时间，把在中国的见闻和体验画成油画。从这张熊谷清的油画中可以看到，在日本战犯刚刚进入管理所初期，由于采取大小灶供应充足，许多战犯故意多领白米饭，又不愿剩下交还给管理人员，便偷偷用米饭做成黑白棋子，在监视里下棋。就是我们不吃啊，我们不吃是也不叫你们吃的。跟我们对立的时候，他把我们整个这个大米饭啊，和那个里头的肉什么装在一块堆，把它倒厕所里。尽管被关押在监狱里，日本战犯之中仍然维持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向校级军官为了控制人心，时常带领其他军官进行天皇膜拜。だからまだひげも生やしててね。で毎日毎日朝になるとね、日本の方を向いて天皇陛下万歳だった。拜天皇的这个人叫做藤田茂，他被俘前官至日本陆军中将，是个典型的战争狂人。战犯管理所里900多名战犯中，有300多人是他曾经的部下。在他的带动下，管理所里迅速形成了一股以死殉国、以孝天皇的风气。他态度强硬，拒绝交流，嚷着要见毛泽东。藤田茂吧。非常傲慢的，曾经那个找领导讲话，找领导还要给毛主席写信，咱们所长召见他，根本就不谈，我们是两个主义，啊，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可谈的。在这样不断的挑衅下，管理所却始终恪守中央的指示，要求管理人员保持心态平和，尊重日本战犯。然而，偶尔也会出现工作人员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有一个看守员，他就有一天，他把鞋脱下来，啪，就这么一扔，把鞋扔挺远挺远的，叫那个日本人说：“你给我捡回来。”日本人跑去了，跑去了，就把他的鞋给他捡回来了。我们那个规定来讲的话，不应该是这样，是吧？不能罚嘛，不能逼呀，也不能打嘛。后来叫我们这个所长好一路把他批评，说你为什么这样搞？他说我气不了，气，简直太有气了，我简直是憋得慌，我没办法。管理所里的对抗随着朝鲜战争的升级变得更加激化。由于抚顺战犯管理所距离中朝边境不到300公里，为防意外，中国政府决定将日本战犯转移至哈尔滨。从中国回来1956年以后啊，学习中国话。哦，那中国话是现代的中国话啊，比那个战争以前的中国们不一样。哦，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们在22岁学了的那个中国话，北京官话、林村林段都好啊。在1944年应召入伍之前，高桥哲郎已经在中国生活了3年时间。由于所学专业就是中文，高桥哲郎对于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十分熟悉。私が中国に知ってる以前はね、
1944年までは普通の中国人を知ってるんですよ。しかしその当時はね、やっぱりひどかったですからね。あもうマシンじゃクリーと言ってね、クリーと呼んだんですよ、労働者のことをね。でクリーがしょっちゅう大学の車をね引いて行ったり、担いで行ったりね。もうだからヤンチョウと言ってね、人力車をね、もうヤンチョウばっかり使っていて、ヤンチョウで走っていったりね。もうそれはちょっとね、やはり一部では富裕層がいてね、やっぱり金持ちの連中は長いこうチャンサンを着てね、言いましたけどね。しかし多くの老百姓にしてもさ、和高桥哲郎一样，关押在抚顺的969名日本战犯始终对中国保持着这样的印象：贫穷、落后。所以，当1950年由于朝鲜战争导致战犯管理所迁至哈尔滨时，高桥哲郎和大部分日本战犯心中都充满了兴奋之情。海天梦想，中国力量。中央电视台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庆典直播，《洋河蓝色经典》。极致追求，又见巅峰。伊利王酒，新疆荣耀。海天梦想，中国力量。中央电视台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庆典直播，《洋河蓝色经典》。实力成就魅力，五粮特区以独特的复合细腻口感，升华特区品味。五粮特区，中国特区。我々もね、日本軍がね、負けたのにね、アメリカに。そのアメリカがね、に、中国がね、なお勝てるわけがないと。まあ、大体そういう考えだったね。だから、その、ハルピンに行くという時も、いわゆるアメリカに負けて、危なくなってハルピンに行くというふうに取ったのが強いですね。在迁往哈尔滨的这群日本人看来，中国孱弱而且贫穷，与美国对抗是自不量力。而一旦美国在战场上打赢了中国，他们这群日本战犯就会被释放，送回日本。带着期待的心情，日本战犯在哈尔滨的日子十分宁静，除了不能随意走出监牢之外，生活待遇与抚顺齐平。だから実際に中国に入った以降ね、1年からね2年ぐらいはね、我々に対しては何の工作もなかったんですよ、中国は。ただ飯を食って体操して散歩して寝るだけ、もう遊んでばっかりいるんで。自分たちで作ったこの遊び道具ですね。それで某将棋、麻雀、花札、1年間やっておりました。だから中国側ではこのことを見ても一言も咎めませんでした。管理所には気持ちのいい理髪室があります。また広い風呂場も備わっています。在哈尔滨，为了加强营养，保障战犯的身体健康，医护团队每天要为战犯制定特殊的食谱。然而，这却引发了内部矛盾。部队下来的刘胜清，这谁出的馊馊主意啊？这一天到晚了，坐到前头吃到后头，你说这个，那要猪给他养肥了，咱们还可以杀吃肉，这些人你说有什么用啊？祸害咱们中国多少人呢？谁能干谁干，我不干了，领导人吧。
在抚顺，战犯上千人的食品物资有特定的供应单位，但到了哈尔滨却一时找不到对口的特供商场，伙食负责人必须每天到市场现场选购，而且还得注意保密工作，否则日本人的名号传出去会引起更大的麻烦。特殊食谱中经常更换鲜菜鲜货，采购变得尤其困难。在这次吵架之后，一位名叫高真的年轻人加入了伙食采购的行列。尽管这个年轻人勤快、负责任、吃苦耐劳，但物资的问题仍然没法解决。抗美援朝那事儿，东西多紧缺啊，那西红柿都上哪买去啊？这个那个那个这的，你早晨我上松花江边上冻天天买鱼去，那脸和手都冻破了，还得挑大小差不多的，好给他们容易分呢啊，那么容易啊。一次高震实在买不到指定的食材，也找到了赵玉英大吵一架。那医师也指责我，当时就给我气哭了。我说你寻思我没受过日本人害啊，我从小就当亡国奴，都不知道自己中国人，我愿意给他们干啥吗？还不是领导指示的吗？不欢而散。尽管内部常有矛盾冲突，中央对待战犯的政策却始终被严格地执行着。周恩来说，你们不要太吵吵，现在不要吵吵，确实是我们人一下子接受不了，这也事实，但是我们这样对他有好处，不是你们现在看的这个，20年后你们再看看。为犯人配眼镜，需要镶牙的战犯，管理所还给镶牙。战犯藤田秀夫患过严重的骨结核，失去了右腿，管理所尽了许多努力为他接了一只假腿，他高兴地向伙伴们讲述着这件事。1952年春，许多日本战犯出现了反常的症状，恶心、呕吐，走路脚尖不敢着地，腿又麻木。这种名为末梢神经元的疾病是由于缺乏维生素 B 造成的，而常吃细粮也易诱发。为应对这种高发症状，战犯管理所迅速组织了专家会诊。给他们做的混合面面包啊，搁那个玉米面粉呐、高粱米面粉呐、大豆粉呐，掺上白面，给他做粗面面包，啊，药物治疗，大量的口服啊、注射呀、维生素 B 一呀，饮食上加以改善呐、肉啊、肝啊什么的呀，多方面治疗，很快就消灭这个病情。管理所外的局势也在日益影响着管理所内的情绪变化。自1950年10月19日战犯北迁第二天，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正式参战之后，此后两个月里，中国志愿军连续发起2次战役，并在12月6日收复了平壤，把联合国军赶回到三八线附近，初步扭转了朝鲜的战局。当消息传到管理所里时，日本战犯十分意外。そこで初めてね、人民日報を通じてね、朝鮮戦争のその日その日の戦果がね、戦争の状況が報告されたわけですよ。で、それはね、管理所側もこの材料をね、この戦争の材料を持って我々を教育したんです。いわゆるそのアメリカはね、ハリコの虎だって言った。治療法って言った。だからね、中国はそれを朝鮮をね、侵略してね、中国までも攻めてこようとしていると。言うからね、これはしかし正義の戦争ではない。我々はね、
これを防衛するためにね、北朝鮮軍にね、応援するということで、毎日毎日ね、朝鮮戦争の戦況をね、幹事長が教えてくれた。実際にこの人選まで行ったらね、退いたらこういう具合にしてましたからね、あのことには。行ったり来たり、先生がやってたから、そういう考え方を持ってね、見てたんですよ。此后半年中，志愿军发起的五次战役都获得了胜利。随着朝鲜战局逐渐有利于中国方面，1951年3月25日，669名位级以下的日本战犯率先返回抚顺。朝鲜战争数次战役的胜利，让日本战犯与中国管教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他们对中国的管教人员客气起来。然而，以陆毛藩泰为首的闹奸带头人仍不时地挑衅捣乱。在回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后不久，中方工作人员内部开会，针对过往的经验进行总结，并组织学习了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等文章。在战场上不断获胜的好消息传来后，中方管理人员决定不再放任闹奸者的行为，他们要拿带头人陆毛藩泰开刀。在1964年写就的《14年教育改造日本战犯总结》一书中，记录了曾经的伪满洲国警务科长陆毛藩泰的改造过程。首先，中方将陆毛藩泰进行单独关押，并由领导人员与他进行一对一谈话，指出战争本身违反国际法的侵略性质。其次，要求陆毛藩泰当面写书面检讨，不合格就重新写，一连写了四次。一个星期后，战犯管理所的广播里突然传出了陆毛藩泰的检讨。这个在闹奸过程中最为醒目、被捧为大和魂的榜样的日本战犯，在广播里念道：“我检查日前煽动闹事的错误，作为俘虏违反了监狱规定。对我们的处罚权利当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在检讨中，陆毛藩泰仍然称呼自己为战俘。”但陆毛藩泰的公开检讨，也终于给断断续续的闹奸现象画上了一个句号。此时，部分日本战犯也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兴趣，他们希望了解世界的局势发展。朝鲜戦争でね、我々の期待が裏切られたと。その反面、中国に対する信頼がね、少しできたと。だからそこで初めて学習ということにね、関心がいくようになったんですよ。本が読みたくなって、幹事長にお願いしましたら、この日本語の著書および人民日報をこの配布されてくれました。或出于主动要求，或出于排解无聊，战犯们一点点开始了读书看报的日子。在读书看报的过程中，战犯们逐步了解到铁窗之外的中国正在发生着什么。日本で初めてね、その三反五反運動見たり、その灰の撲滅運動見たりね、いわゆるその反五和闘争のね、あれを見たりこうして。此时，新中国正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在建国后两年内实现了大陆地区的统一，在农村推行土地改革，在城市发展工业经济，各地一片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学习多年中文的高桥哲郎最先从语言上感受到了中国的变化。そうすると、ああ、そうか、全然これ違うなと思ってね、もう、そこで全然中国に対する感覚をね、新しくしたんです。
だから新しい中国語を勉強しなきゃこれ全然わかんない。というのは新しい中国語っていうのはね、社会制度の変革によってね変わってくるんですよ、言語っていうのは。だから自分のお父さんに対する呼び方にしてもそうだし、社会に対する呼び方で組織だとか単位だとかさ、そういうのは変わってもさ、全然何もなかったんだから。だからね、非常にそれを戸惑いましたけどね。しかし新しい勉強し直さなきゃいけない。中国からその人民日報なんか差し入れがありましたからね。でそれをみんなに読んで聞かせるわけ。でそれには私だとか坂下だとかね、こういうのを中心にしてね、こんな熱い辞書を作ったの。辞書は閲覧室を設け、いろいろな本を書いて。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随着愿意阅读或学习的战犯人数逐步增多，战犯之间也自发地组织成学习小组，定时学习讨论，改变正在悄然发生。管理所は戦犯が外部と通信するのを許しています。家から来た手紙を。2015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在汉字故乡邀您见证传承盛典，用汉字激活经典，让点评传承文化，令选手强强对决，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由继发智利的陆陆过人核桃独家冠名播出。怎能在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上胜出呢？要有记忆力、专注力、应变力，喝果仁核桃。果仁核桃三人合一，均衡营养。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由激发智力陆陆果仁核桃赞助播出。影响和改变时代的人，殿堂级人物的平台。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人物栏目，1952年春天，周恩来提出明确指示，要对战犯进行悔罪教育。国际法、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毛泽东的理论作品相继提供给了日本战犯。第一个是学习国际法，就是看看国际法是怎么规定的。就是尽管说你在中国，你作为军人，你要服从，服从是天职，但是呢，你是直接参与的屠杀中国人民，是吧？犯有罪行的。国际法的学习让一些年轻的战犯逐渐清醒过来。他们第一次跳出日本的民族主义，首度认真审视起战俘和战犯之间的关系。石渡义曾在大学期间学习西方哲学，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他被自发学习小组推举为毛泽东实践论的讲解员。私はこの最初ですね、関連哲学を私はカントの勉強をしていたのだから、しかもシベリアでは反動分子としていたのだから、中国側では認められないでしょうというので辞退しておりましたけれども、全員の推薦によって、まあ、私もとても勉強したい本でありましたので、私はそれを引き受けました。作为讲解员，石渡义要为其他成员解释各种哲学术语。同时还要涉及到哲学发展的历史。短短十页的文章，石渡义所在的小组学习了整整一个月。矛盾论、论持久战等毛泽东著作也逐渐进入战犯的视野之中，其中论持久战成为最受战犯理解和欢迎的读物。毛泽东的本というのは案外我々受け入れたんですね。というのは分かりやすくてさ、農民のね、ことわざを引っ張ってきたりさしてで、ね、哲学的なね、いわゆる唯物史観というのがね、どういうものであ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をそこで初めて我々私なんかね知ったんだ。
在日本，共产主义理论的相关书籍被排挤在主流之外，大多数农民出身的战犯基本没有机会接触和了解这样的理论，即便是十度义也涉猎不深。その中にはですね、日中戦争が勃発した当初に書かれたものでありながらですね、常にこの戦争の推移を科学的に書き上げられまして、全くその当時の展開と結末を見たことに私は感嘆しました。在毛泽东的论著中曾分析过日本军队的优劣势，而这也深刻地打动了日本战犯的心。毛泽东は自分のことのように分析してる。それはもういわゆる天皇を中心にした武士道精神だということまで言ってるんですよね。その通りなんだよ。実際においては。それをね、あんな戦争中であんた日本人あれよく勉強して頭がいいんだよな、毛沢東としては。だからそれを分析して言ってるでしょ。だからそういうことがね、自分の身に照らしてね、分かってくるようになるんだよな、しくじ。しくじ。战犯中也有反对的声音出现。日本国土小，人口多，不向外扩张怎能活得了？这个由战犯三轮敬一提出的理论被称作是三轮哲学。三轮哲学坚持日本军方的说法，不愿承认日方发起战争的罪恶。在鼓吹三轮哲学的同时，三轮敬一拒绝参与学习中方提供的理论书籍。然而，这个哲学并没有坚持多长时间。在战犯管理所里，位级以下的普通士兵大多来自日本平民和农民家庭，他们所受教育不多，家庭多在20年代的日本次贷危机中遭受过贫苦和动荡。毛泽东关于社会阶级的理论书籍更贴合他们自身的需求。在热火朝天的学习氛围中，战犯三轮敬一的拒绝学习让他逐渐被众人孤立。在14年教育改造日本战犯工作总结中记录了这个过程。三轮敬一退出了会场，会后谁也不理他，别人学习他躲在墙角，别人散步他随在后头，别人打球也不要他参加。三轮被孤立了一个星期以后，实在受不住了，只好主动检讨，要求参加学习。在小组会上，他们畅谈自己思想改造的收获。在不断的学习和自我反思的过程中，日本战犯逐渐触及到了社会制度的根本——天皇制和军国主义思想。そういうものをね、日本のね、明治維新以降ね、まあ、神様のように立てますってさ、政治のシンボルにしたんだと。しかもその戦争をやったね、張本人だということがね、だんだん分かってきたけどね、まだそれはなかなか信用するまでいかないですね。尽管怀疑天皇制度这样大不敬的事情无法拿上台面进行公开交流，但质疑的种子渐渐在每一个战犯心中发芽。这些人呢，他大多数是穷苦出身的，他们对他们国家确实发生大问号了。到底天皇是个啥？到底他们武士道精神是啥？本质是啥？他们的官兵关系是啥？那国策农大とかね、この労働者とかいうのもね、もう理論的にもいわゆる小説でもね。小林武史読んだりもういろいろしてると分かってくるわけだ。でそれで自分自身は、あなんだこんなふうに搾取されていたのかと、ね、小作人はもう自分の情の前をこんなにでもね取られていたのかということも分かってくると。そうするとあの社会全体がね、資本主義社会というのの矛盾が分かってくると。在不断的受到新的小说与哲学的教育分析之后，大部分出身贫寒、级别较低的战犯开始设身处地地思考自己的身份、出身和社会体制问题。你介入哈，你一定要把天皇，这个，不是人是半神，这个
你一定要接他。日本人用他这个东西来迷惑了好多好多人，都白白的丧命了。所以我说，对日本战犯的改造，他不光是一样是知道自个儿有罪，那很简单啊。这样他为什么你会犯这个罪？你在你国家怎么不杀你的人？你上中国来杀啊？就是从他的理论，从他的制度，从他天皇的那种这刨根问底，不是就罪所罪啊，挖他罪根啊，这样是真正的心服口服。就在日子平静而充实的度过时，1953年7月27日，石渡义所在的学习小组从报纸上读到了一个让他们震惊的消息。1953年7月27日的早晨，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自此三八线划定，美军退出朝鲜半岛北部。300多公里外的消息，深切地震撼了管理所里的日本战犯。朝鲜戦争を救助志願軍がですね、これを停戦に追い込んだという驚異的な事実。そこで私は多くの仲間もそうですけれども、時代はすでに変わったと。アメリカと中国の言っている正義の戦争とのね。勝敗がね、どちらが勝ったかというのをね、目の前で見るわけですよ。それが一番大きな教育だったですね。それが教育の始めだね、実際。从1950年到1953年，经过3年多时间的相处，日本战犯对中方管理人员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原抚顺战犯管理所第二任所长金元的妻子郑英顺的感受特别明显。客气，所以我们去打水，哪个湖去呀、啊？他们也是跟着这么来，不走，站到就是90度，完了我们都过了，他起来走，对我们是很尊重的。管理所里的中方工作人员也开始互相理解，赵玉英和高震在矛盾爆发后逐步相识了解，并在1953年5月举办了婚礼。1953年10月，被关押在哈尔滨的校级以上日本战犯被送回抚顺，战犯们的生活恢复正常。就在此时，一个对他们的人生观产生巨大影响的秘密行动正在北京紧锣密鼓地展开。